荣，我带了棒棒糖，你也吃一根吧。谢谢，你给的棒棒糖真好吃。啊，真香。好吃可不能多吃呀，要注意保护牙齿。我也要吃棒棒糖。五六七，我没有棒棒糖了，但是有薯片，你要吃吗？不行，我就要吃棒棒糖。我们真的没有棒棒糖了，我这还有些零食，都给你。不行，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你们是不是看我老大不在旁边就欺负我一个人？你别胡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打人了，戴沐白打人了。我最近是不是不漂亮了？最近小可爱们都没人夸我漂亮了。不是啊，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。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咱们去看看。戴老大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两个吃独食，偷偷藏了棒棒糖不和大家分享，被我发现了。戴沐白还要打我。可是他们还带了别的零食和大家分享了，而且我都看见了，戴沐白没有动手打你。你说了不算，他刚才就是打我了。五六七，你胡说，我们谁也没有打你，还问你要不要吃薯片呢。小伙伴们都看到了，不信你问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是这样子吗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没有我的棒棒糖，我就不起来。坏了，这家伙开始耍无赖了。小五，快去叫柳二龙老师来。怎么回事？老师，我给了蓉蓉一个棒棒糖，五六七看到了也想吃，但是我没有了，就想把薯片给他，结果他开始耍赖，非要棒棒糖，诬陷我吃独食不和大家分享，还说我打他。老师，我和小伙伴们都可以作证，戴沐白没有动手打人。五六七，不是早就跟你说了今天郊游野餐吗？怎么别的同学都带了食物，只有你没带？对呀，你什么都不带，怎么和别人分享？你不会是想白吃白喝吧？小五说的有道理，五六七，跟我回去写检讨，其他人继续玩吧。